TF 家族的朋友们，你们在哪里？哎，你们好啊！哎，你们每个人在都带什么了呀？充电线。充电线，因为平时大家都不怎么带充电线，所以我就多带几个。只有你一个人带充电线，然后他们充电都找你，你就是这么当上队长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你有充电线啊，对。哇，这是妈妈那个秦皇岛的丝巾终于带来了，是吧？我哎呦喂，现在看着就跟中年妇女似的，特别好。然后那个还带什么了？哦，这个我特别会用。喂，就没事了。这边，这个特别会用。喂，两元，一粒两元。哇哇，吃的，谢谢。然后人还带水果呢，人带这么大水果，还带大馒头。哎，你这个太有心机了。哎，咱们的口号是什么？铁家族小胖队，洛阳同门会一会，耶！爸爸。